不过，捐款这种事儿，自愿的。嗨。小慧生病，你不知道啊？我整天在外面跑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要不这样，咱们把钱给补回去，你看行吗？你看这三个字，还有用吗？别理他们，相信你。请进。徐总，我的申请您看了吗？哦，看了。不过，徐总，您把我调过去吧，求您了。这，爱心呐，你也不能太过于得寸进尺了。上个月，你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岗位，看在实在有必要的份上，我答应你。可这次你又要搞调动。有那么容易吗？你把公司当成什么了？徐总，这次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在这儿受到了排挤，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。再说我在这儿对你……对我怎么了？总之您把我调过去吧，累点的工作也成，我不怕吃苦的。这不行，真不行，哪有那么容易的？来来去去的。你还是安心工作吧，啊？真的不行吗？徐总，阿星，你在干嘛？我辞职了。那你现在去哪儿？还不知道。我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。嗨，阿星。那后天，你的生日。
主任，凯辉的产品真的这么过硬？是啊，确实如此。虽然他们的产品种类没有我们的多，但是他们已有的产品却胜我们一筹啊。这么厉害吗？是啊，哎，这小子这回他的愿望全部实现了，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，不仅仅比凯美好，而且许多连我都讨厌的缺陷他都改造过来了。行，这小子真的服了他了。这么说他留在凯美还真的有点屈才了。是啊，是屈才了。哎，主任，我在想，你看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们一下啊？这个以我多年的业务渠道，帮他们卖出一些产品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他们并不是卖不出去，而是要迅速的卖出去啊。是啊，要是他们能等的话，我一定帮他们卖出一些产品。好，主任，我呀，我替凯辉谢谢你。好。顺天，红梅，顺天，你一点没病？这个，你女儿？对呀，可爱吗？彤彤，叫叔叔。很可爱。怎么样，那你呢，结婚了吗？我还没有，不过有女朋友了。嗯，那她一定很幸福。她对我也很好。那就好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跟叔叔再见。彤彤再见。再见。嗯。花蕊。哎，你回来了，他们产品怎么样啊？他们的产品确实不错。比凯美的还好。真的呀？那我们就同意呗。不行。为什么又不行呀？有钱你都不赚。做好一个口碑需要很长的时间，但是做坏一个口碑只需要一瞬间，你要想清楚啊。可是你都说他们产品比凯美还好，又怎么会影响口碑呢？它毕竟不是凯美，假的就是假的。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应该没什么问题，那万一问题真的出现呢？这个圈子就这么小，你要吗就赌一把，你要吗就持续玩下去。我们公司刚刚成立，难道你想我们明天就关门大吉吗？是不是？嗯。嗯。那好吧好吧，还是听你的吧。谢谢。顺天，我发现你越来越有魄力了。嗯，人家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好好好。好啊。干什么你们？大白天的
你就知道勾引我们家顺天，搂搂抱抱的，成何体统啊？也太不守妇道了。妈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有时间你出去跑跑业务好不好？妈，我刚回来。刚回来，刚回来，你找点别的事情做啊？非要两个人捏在一起啊？好。我干活干活。啊。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上网，做宣传呢。你做宣传？怎么我见你看的好像是卖服装的呀？你别以为我不懂。哦，这个是不小心点进来的，然后就顺便看了一下。你呀，现在是上班的时间，你还是专心一点好不好？阿姨，可是现在美国时间是睡觉时间，那我就点进服装上，顺便看看人家都是怎么做宣传的，然后我不是学习学习吗？是就最好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呢，一点都不懂得珍惜时间，一没人管着你们就知道玩。好，知道了，阿姨，您去忙您的吧。啊，阿姨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花蕊，啊，是不是在网上也能赚到钱呢？哦，当然是啊。既然白天没什么生意，出去跑跑业务吧，总不能让我们家顺天一个人跑啊，很辛苦的。可是，一个女孩子出去跑业务，好像不太好。谁说女孩子不能跑业务啊？你也太矫情了吧！这不是矫情，阿姨。那跑业务又不是我的强项的嘛，我又会英语，又会上网，这个才是我的强项。出去跑业务，陪吃陪喝的，多不好。创业就是这样，创业不辛苦，怎么叫创业啊？像你这样待在家里面，业务会自动找上门来啊？不是，阿姨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总误会我。我怎么误会你啊？我们家顺天在外面打拼，你坐在家里面上网看东西。我上网学东西的嘛。学什么？学怎么买服装，怎么卖服装，是吗？不是。不是是什么？难道我冤枉你了？就玩就玩就玩。我去开门。好。谭经理，您先请进吧。谭经理。花蕊经理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现在凯美只有你们一家经销商，也就是我最后的一些希望，您一句话就我们全家几条人命啊。谭经理，我们呢可以给你介绍一些朋友，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们常危在旦夕了，再没有利润，我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谭经理，谭经理，谭经理，顺天，你就帮帮谭经理一次吧，就一次没事的。问题是我们也没办法呀，你救不了所有人。谭经理，到这边休息一下啊，来休息一下，这边请。谭经理，休息一会儿啊，休息一会儿。休息一会儿啊，我给你倒杯水。谭经理，您千万别激动啊，冷静一点。我跟您说啊，我们能帮您的都跟您说了。喝水喝水。喝点水。
谭经理，您千万往开了想啊！别激动啊，别激动。顺天，你就帮帮人家嘛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你就帮帮人家嘛。你做生意懂得变通一下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这个是原则问题。哎呀，现在做生意哪有不忽悠的？不忽悠能赚钱吗？哎，你可别这样说，这样说就不对。怎么叫做忽悠呢？这叫做变通，不能说是忽悠。这不是忽悠，难道还是正常的手段啊？哎，可不一样哦，忽悠就是忽悠，变通就是变通。这怎么不一样了嘛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忽悠就是忽悠，变通就是变通。你这个人呐，思想不对。我怎么思想不对了嘛？你说的变通也就是好听一点，跟我说的忽悠差不多的呀。哎，这可是两码事啊。停，停，停。哎，孙总，你要上哪啊？你们慢慢争吧，你们解决，我管不了。啊，孙总，顺天哥，爱心，爱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出来办事儿？没有，我辞职了。啊？又换工作了？没有，我前两天刚辞的。这几天想好好想想，我到底应该做什么？工作的。不开心是吧？嗯，有点。出了什么事儿？给我说说。你在忙着吗？没有，我也是出来散散心。
说呢？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诚信。你可以没有钱，可以没有公司，甚至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一定要有诚信。诚信是立业之本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自己悟出来的。真的不可思议，这句话居然出自于你这样的一个小女孩。怎么就不能出自我之口了？你觉得当诚信跟现实发生冲突了怎么办？什么意思？天下熙熙，为利而来；天下攘攘，为利而往。我们开公司就是为了赚钱，那诚信精神又有什么用呢？不冲突呀。诚信是立业之本，有信则有业，有业则有利。你只要坚持诚信，把事情做好，利润自然会来的。那我现在就是一直都坚持诚信，可是我却赚不到钱，这个又怎么说呢？那就不是信的问题。诚信是立业之本，但是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，不是充分条件。你要是想创业成功，那就还有很多因素共同造成的。好，那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坚持诚信却赚不到钱，我不坚持一大笔钱。还有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不坚持诚信却能赚很多钱，这个又怎么解释？诚信是立业之本，无信则无业，无业则无利。他们的钱根本就不是靠业赚来的，他们是根本就没有业，他们是骗子。对，是骗子。所以你是要业呢，还是仅仅要钱呢？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去你公司玩吧。好，走吧。你懂机械吗？我可以跟你学呀。嗯，那么无聊你还学呀？没事儿，正好学习一下嘛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在这儿帮你们一段时间，直到我找到新的工作为止。好，那我们可没有工资发给你啊。没事儿，我能自己养活自己，正好调整一下心情嘛。哦，好，行。啊，我们唱首生日歌。我来起头。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安心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安心。许个愿吧，来。好了，阿西，你许的什么愿啊？秘密。跟我还有什么秘密吗？秘密就是秘密嘛。李佳琪，你有希望咯。我提示一下好了。嗯，好好。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和花蕊姐跟顺天哥一样。嗯嗯，我们然后呢？提示完毕。提示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爱心，吹蜡烛吧。21根蜡烛，你要一口气吹完哦，不然你刚才许的愿望，我给你花蕊姐
才能够实现呢、哦。对对对对对，来，一口气吹完。嗯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爱心。那祝我们全公司最小的小妹妹越长越漂亮，然后找一个最帅的，你懂的。好了，切蛋糕吧。好，那我跟爱心一起切吧。嗯。咦，谢谢，我的，吃吧，我们一块吃，好啊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有毒怎么办？李潇琪，你反正都吃了，你是毒，你是毒。好啊，我是毒，我是毒。那我跟你一起吃毒呗。多吃一点好不好？跟我没关系，别来。谭经理，我觉得您还不够有信心。不，我们绝对有信心，我哥的产品简直就是凯美的改良版。可是以顺天哥的个性，您就算是在这儿跪上8天10天他也不会答应的。您还不如把这股干劲儿用在向领导的推荐上，多做几次方案，多试几次，说不定领导就答应了呢。万一再失败，我们不能再失败。可是您在这儿待着也不会更成功啊，有近路就一定有出路。我希望您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，我一定全力给您寻找出出路。不过要是真的成功了，您可得付我一笔很贵的酬劳哦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一定少不了，一定少不了。嗯，云总，哟，哪阵龙卷风把你刮来了？云总，我解放。什么解放？我呀，我有助理了，以后我又可以专心的跑业务。得意成这样。云总，我呢，现在经销的是凯美的机械产品，你能不能介绍点朋友给我认识？哎，你这臭小子搞贸易了啊！这赵大嗓子倒是一个，不过他出国了，其他嘛，好像没有了。跟机械有关的也行，比如，电器、自动化之类的。有吗，云总？搞电器的倒是有一个，偏偏是他。谁啊？这个人跟你有仇？仇倒没有，就是不想跟他打交道。云总，那您介绍给我吧。啊？可以，倒是可以。不过你得保证，不能说是我推荐的。为什么？能不能保证吗？啊，能。一言九鼎。一言九鼎。那我找一下，看他电话啊。好。云总，他是个大老板吗？大。非常大，他是丁氏高科集团的董事长，旗下有6家企业，你说大不大？大，大。
我这公司跟他比起来就跟玩似的。哦，找到了。丁克茶。云总。嗯。你妹妹。哎，别胡说。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过就是名字中间大家都有个克字。巧合，纯粹是巧合。哦。哦，好，云总，那我把资料记下来。嗯。云总，资料我记下来了，谢谢你啊，云总。那我就去这个丁氏高科，我去看看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云总，谢谢你。丁克茶，云克松。丁克茶，云克松。丁克茶，云克松。谢绝推销员。你好，请问你们丁克禅丁总在吗？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我还没有预约。对不起，丁总又繁忙，没有预约我们不能通报。啊？你们也这么严格？那丁总，哎，丁总。你好，丁总。你是？啊，我是天蕊机械贸易公司的顺天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请公布。哦。啊，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呢，可能有一定的业务联系，所以我过来拜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会联系你的，好吗？请便。哎，丁总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。抱歉。你好，刚才这一位是丁克禅丁总吗？他是丁总的儿子丁玉龙，丁副总经理。丁副总经理，啊，谢谢。怎么这么像？似曾相识。太像了。哎，你是？哦，阿姨你好，我是爱心，是花儿姐的朋友。哦，你过来玩是吧？不是，我是来工作的，我是这的办公室助理兼职会计。哦，是这样的呀，他们有没有钱发给你啊？我不要工资，我自己养活自己。哦，呵呵，那好吧，那你忙哈。嗯，阿姨辛苦了。哇，阿姨，你做菜好香啊。哪有啊，还不是煮给外面那两个懒虫吃，要是他们会煮啊，我哪有那么辛苦。我可以煮啊。你煮？嗯。
我可以煮的，要不我来吧。你不是有工作要做吗？哪有时间？不在乎这一两个小时的，我来吧。您辛苦了，您休息一会儿。那行，你煮吧，看看你的手艺。嗯。不错啊，你炒菜炒得挺熟练的嘛。还行吧，我又没别的本事，就会这个了。这样已经很好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我们家顺天的小蜜呀？我是小秘书。哦，差不多嘛，一样的。炒得挺好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手艺不错啊，在家是不是经常做？嗯，在家都是我自己做的。我跟妹妹有个愿望，就是开一家小餐馆。哦，有志气。开饭喽，花儿姐吃饭了。哦，来了。阿姨，你多吃点，你最辛苦了。你也吃。花蕊姐，你也多吃点。嗯。怎么样，花蕊，好吃吧？好吃啊。你呀，你看人家爱心，这么小就这一桌子菜，有空啊你也学学吧。好，学学学。你一天到晚都说你没时间，人家爱心还不是一样的有事情做，他还不是抽空出来煮一餐饭。都这么久了，我从来没看见你煮过一次。没有了，花儿姐也很厉害的，以前啊都是她照顾我的。是，她是挺厉害的，她的嘴巴厉害，能说会道，做职业女性呢就适合她了。嗯，我也觉得花儿姐最有气质了，又精明又漂亮又能干，我最崇拜花儿姐了。你们先吃吧，我饱了。哎，还有好多饭呢。饱了。哎，干嘛？碗呢？没事，我洗就行了。吃吧，吃吧。阿姨，你吃。嗯，吃吧吃吧，你也吃。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要是我学了，肯定做得比你好。主任，哎，回来了啊！哦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凯美贸易总经理孙总。孙总你好。好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主任，这位是我新招的助理。焦爱心，他挺能干的，主任，您看他行吗？可以啊，培训几天就可以了。嗯，是。顺天啊，哎，主任，凯美现在已经全面市场化了，全国各地都有凯美的经销商。哦，为了开拓市场，根据质量维护统一阵线的原则，我们将成立市场监督部门，就负责监督管理你们这些经销商。哦，关于这个我就跟你说两点。第一，你曾经在凯美待过，你的经销权来得比较容易，以后就严格了。要是做出什么假冒伪劣啊，挂牌冲货什么的，你的经销权随时可以吊销。主任，你放心，我呢不做短期的生意。第二，凯美的品牌需要大家来共同维护，你们就是凯美产品的第二道防线，要是发现质量问题、次品啊，要及时退货，避免发生纠纷。哦，就是说，同时我们也负责监督凯美产品的质量。哦，是的。好，我们质检部门有时也会疏忽，这个产品经过你们的手，
到了客户手中，是你们的责任呢，还是我们的责任呢？到时就说不清楚了。是，爱心，你明白吗？嗯，明白了。一定要做好。哦，这位新来的女士啊，可以随便参观一下。我跟顺田有些话说。好，爱心，去吧。嗯，好的。